为着让弱势家庭度过寒冬，投篮镇长陈慧芬的好朋友严惠杰邀请善心业者甲热心民众共同捐赠225条棉被甲20领毛毯，让弱势家庭物资将由李干事发放。投篮镇公所感谢大家善心，也希望未来有更加多人响应。南京农民温暖一辈子，赞！过年准备要到了，为了要让社会平安好，会当度过温暖的过年，当然镇长的好朋友甘桂杰先生就邀请善心业者甲地方的热心民众，做伙来赠送225个棉被加20个毛毯，给弱势家庭，让需要的人会当感受温暖的过年。加在我有熟悉这个做棉被的业者，嘛熟悉这做者热心公益的。企业家，让那个好的产品也可以让那个我们比较弱势的人也可以来使用，哦啊，刚好咱到咱顶顶顶有是我的好同学啦，吼啊，我嘛知影伊平常时拢有去做一寡照顾弱势的工作，所以我就拜托顶顶讲，我要来发起这个活动。啊嘛，真感谢讲，这迄省镇长吼，有安尼这个构思吼，有安尼这個照顾顶民的这个想法，互阮有这个机会。通参与镇公所遮来啦落实安尼，啊，我感觉这好的代志吼，应该是大家共同做伙来做。这边镇上的物资，斗南镇公所嘛全力协助来发放，镇公所嘛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，不只是为社会尽一份心力，嘛甲善心的力量推广出去，互更加侪人做伙来响应。啊，这个吼真感谢咱这个阮的同学的发起啦吼，啊，甲这个企业家的热心的响应吼。哦啊，这个棉被吼，啊，伫这一两天吼，拄好我寒流阁要来啊，我会尽速吼，啊，发放予咱岛南各地吼，啊，即个边缘户，予因吼，迄个温暖真正一辈子。因为我头仔他怎啊讲，即一领被都冻20吨啦，吼，啊，即市价吼，只有2500块。哦，所以品质应该是足好的。透过业者甲民众的爱心，让需要的弱势家庭有更加好的资源会当使用，嘛甲善良的力量推广到社会每一处，嘛做伙打造幸福温暖的社会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